确定没看错，就在刚刚鹿晗发微博称关晓彤是自己女朋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就在大家一头雾水的时候，罗贝贝发微博表示已经问过工作室了，不是兴趣宣传，是真的。而双方工作室也发了三颗星，虽然啥都没说，但大家都懂啊。看来两人是在拍摄《甜蜜暴击》的时候恋上了啊。据目前没播，目测会爆。我说呢，之前的路透照中，两人身边莫名的粉红气息，穿着浅蓝色衬衫的鹿晗和一身白衬衣的关晓彤一起十分养眼，还被拍到两人共骑一辆双人自行车，这甜甜的偶像剧画风，双人自行车神马的最有爱了。不得不说，鹿晗真的是很 man 了。因为之前有记者问他如何处理绯闻，鹿晗说，我觉得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我会很诚实的，我会亲自公布的，与其掖掖藏藏，不如展现真实的自己。在这之前，其实两人的同款已经被发现玄机啦，怪不得关晓彤唯独和鹿晗拍吻戏，原来是因为人家俩是一对，听说连七夕都是在一起过的。祝这对勇敢的恋人幸福吧。